程律师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父亲要把这5%的股份给这个女人？没错，今晚已经不在世了。根据法定继承，这些股份会转给今晚的女儿。女儿？难不成是老爷子的私生女？是不是私生女我不知道，但是董事长一直在找我。 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了他这5%的股份，继承人的位置就不用老爷子来给了，对吧？那我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是吧，程律师？那我是谁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先缴费，然后拿单子取药。谢谢啊。你好，你电话给我一下。谢谢。 喂，哪位？是我。林总，你没事，我去放监了。林芳的人那边有动静了吗？林芳总那边的人跟了我一天了，不出意料的话。其实跟那个金富有关系。有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我先不出面，静观其变，等于上钩。好。林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给您安排住处。不用了，我找到老爷子要找的人了。30万。 你讹人呢？那就报警吧，肇事杀人可不是什么小罪。所以，要不然你住我家里吧。小白，我的牙刷呢？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，他马桶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牙刷。你好像很有感触啊。因为我就是牙刷。 是我，最近怎么样？之前光子帮我将销售的匿名黑客攻击的实情，我们根据您提供的 IP 地址已经追踪到了对方，是林芳总那边搞的鬼。不用担心，防火墙我已经修复好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对了，一家叫做菲特的新电商公司最近一直在挖我们的人。他们扬言从优惠跳槽的人可以得到双倍的工资。鱼叫上钩了。还有，林芳总最近一直在找人调查赖欣小姐。 他查到了什么？目前还没有什么。盯紧点，务必不要让他发现暗线。好的，您放心。